这人还称呼还有用吗奶奶？啊？还有用吗？我你晒一晒，搁那过过过过来吧。关键是我在泉州的。哎，奶奶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就我说了，这个家喊呀娘！我说了，你看苦肉肉绞了，天不得吃。就我说了，这柴火，哎，我昨天点不着。奶奶。嗯你随便要干什么？我哪有钱呢？没上早上钱空过头，我没有啊。我今天买点去吧，你吃什么东西？你买想上哪买？你上哪买？没有没那铲子了，哪上都是那铲子拉空。我今天倒腾点去吧，我今天买点去吧。你上哪买？你这几张东西我就放那个，你爱钱怎么见怎么。哎呦，那里这个钱去吧，我爹那个走你就不走，我也没什么那钱。嗯。你四个，你大娘家四个。俺姑也有啊。嗯，你二姑不有，你大姑家了，你小姑家了。这小孩乖能不如，他不会走。不会做，你天天去做啥？去家我就去做去，做点啥都得。你这快老了，你又去做一做都得。我就一做一拖，他就背走不走人了。去家上我给他做上去。嗯，这人老了，再做上一套。啊，人老了再做上一套，他不是就那个不会做什么了。我今天帮了这人那个，让你妈去天上你认了吧。你怎么又去磨缝了呢？我今天缝一个，就是那是磨缝一个。今天也缝一个，今天磨缝一个。嗯哟，你这咋你这是爷爷这缝了几圈？我不骗了我。骗了还行的，你那大娘家你哥一个，你大娘，奶奶，嗯，你还有几个木缝碗？我还有个，我就不玩了，都看我。